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 Cyco，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然后顺便点一个赞，那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接下来我向大家分享的内容。那我们现在赶快开始吧。我现在到台中了，然后呢，因为刚刚博森问我说有没有露胸部，他说我有露胸部再来，所以我真的非常有诚意。现在这里是义中街唯一一家有开的服饰店，我进来逛一逛，看有没有露胸部的衣服。好、哦，看看哦，晃一晃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了，这个 V 领的应该可以吧？好，反正我现在晃一晃，然后就期待我的编程吧。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然后顺便点一个赞，谢谢你的观看。